们来聊一个小正经的话题，是一个那个网友提问啊，就问二位老师说现在这个不上综艺嘛，就是那不上综艺的话，对于乐队的建议就有什么能够提高别的渠道呢？去死吧，饿死，没饭吃。对，这个是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摇滚乐综艺或者什么的事儿，哎，这是整个这个时代的问题，嗯，互联网的问题，嗯，对吧？嗯，咱们就是有时候可能我有时候想的多，于国忧民那劲儿了，你知道？哎，就是你想有很多东西就变化的，嗯，咱们抛开变质了，抛开不抛开摇滚乐，抛开所有的东西好与坏来说，就是这个时代就这样，你知道吗？马上以后可能就你看银行卡现在就没有了，就几乎没有，嗯，大家用手机，嗯。当然这个大家方便那觉得是一好事儿，但实际呢你要说变质那就是有些东西它就没有了，嗯，而且那天聊了一个最狠的说这个是九零后的人如果再生个孩子就是就是那个二胎开放之前就是都是独生子女，嗯，这些孩子有一代人之间会没有叔叔大爷对对对对姑爷儿这个词儿，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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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个别的有你害怕不害怕你说你害怕不害怕这些词儿再小的小孩你跟他说这是你大爷他就不知道是谁什么骂人对他不知道是谁啊，哎，没法骂人了哎呦寇老师寇老师说的是可能以后在中国可能某些所谓的 rock and roll 也没了，嗯，这个时代一变化了它是扑面而来的大家有的能接受因为对生活有大的改变有的接受不了说就怎么变成这样了比如说摇滚乐这块哎，就是我们原来就是好好练琴完好好排练好好写歌我们正常的出去巡演然后录音发专辑完再录音，嗯，再巡演对我们努力然后有理解我们的现在完全而且这个现象是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么做一直玩别人那个有玩的好的或者说能挣钱那些，嗯，根本咱也没关系，嗯，跟这种音乐形式没关系 对, 对, 对你们玩你们的我们挣我们那份钱 对吧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去年有一档垃圾综艺出来以后就直接就把我们给毁了对对就是说在这地儿我要说一下我们那个北化中华白有些节目叫我想说但我不能说但我还是要说里边有关于月下的聊了四期对可以可以去听著名诗人寿竹我打一个小广告可以去听一下里边有说我们这个关于这个节目的一些话题，其实这种东西出来之后，突然你知道有些东西它的出现或者它的存在，不仅仅代表它的出现或者它的存在，它是在否定另外一些，嗯，对, 对, 对对，这个是我们不接受的，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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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再好好弄，然后我们没得到我们应得对对对对得到，那无所谓，因为我们喜欢这个对对对对，但是有些人也没好好弄，但是他得到了他不应该得到的，对对对这个就太奇怪了。然后你究其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网络，是因为这种综艺节目，对对对对，它并不是真正的那个实力上的东西，嗯。然后呢，在这种节目上，因为各种限制或者什么原因，对吧？纹身比如不能露，长头发不能甩，嗯，所以导致那就我们这种就没有市场了呗。还有就是，其实也还有就是那种特别也特别假，我觉得就上这种就别拿摇滚说事儿了，是吧？嗯，你说白了，你就是混圈嘛，你都混圈了，然后挣钱，对你。就是当那个婊子你还立个牌坊那就没必要了你们你都挣钱了你还踢摇滚你就干嘛对吧就这不是摇滚干的事儿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也不是说就有时候在这方面我说起来我操可能我那个焦虑症也到了我想骂人了就慢点儿您慢点儿就是他们玩他们的我们玩我们的以前一直这么玩但是现在慢慢你看就是这些所谓的音乐节啊乱七八糟的这种艺统啊他肯定要找这些流量的对他就慢慢全是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会导致到别人的认知和看的那种听众的看法慢慢的以后就把会一些东西给遗忘了，嗯，遗忘了以后啊这些就慢慢就没有了对他们是玩他们的了并且我们也玩不成了对对对这我当然会不高兴了是吧钱少嘛这个东西就是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有一个最重要最致命的是与你的作品无关对对对对对谁上来谁下去其实在这个呈现出来就是与你的歌没什么关系这事儿没什么关系与别的事儿有关与你歌其实都没什么关系像我们节目里边聊一些好多好多事儿好多你不能理解的或者你觉得很奇怪的说说这中国特有的嗯对这个国土上特有的你觉得好多
不可理喻的，或者说觉得特别惊讶的，也是可能在这个国土上发生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往好一方面来说，可能这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嗯，因为你其实，在最开始我们去演音乐节，比如说迷笛啊或者什么，对，也有很多特别真诚的观众，他真的听你的歌，买你的专辑，然后他懂你那个想法。到后期发展就是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一帮年轻的小孩，但是呢其中我知道有一部分人就是来起哄的，对，他们就是高兴，他们觉得那个可能女孩多可能酷，然后呢他在底下跳水，他是为了让摄像把他拍下来，他是来玩，他也是跟那个歌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这个呢也好理解，当时我们觉得啊市场好了嘛，他能买票来是第一步，他能来是第一步，他喜欢了，他可能就你不用管他，自己就上网去搜这是什么乐队啊，找风格，不是不是，就像我们当年，但是可能也有一部分，他只有来了他才听，回家他就跟这也没关系了，对。所以，但是可能这都是发展那个过程中的这个现象。但这种现象其实是不对的呀，对，就是通过某些节目啊那种引导啊，可能就引导误差了，对吧？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也没什么办法。那我能总结，帮二位哥总结一意思，就是说给这个新人乐队，就是说如果上不了综艺还想提升的话很难，反正就是就别想了。是不你现在别这么说。那是那就会有一波人是为了上综艺去组一个乐队。对啊，本来就有吗？反正而且现在我听说已经有这种公司了，比如说他们从现音或者从迷笛挑当这应届的毕业生，找几个长得比较帅的小孩，你是吉他你是贝斯你是鼓，他们可能互相不认识，然后他们做一个公司，每月给这几个人开钱，然后后边呢有一个大的团队，包括录音编曲做这些，对，然后让这几个孩子去练习，就是跟偶像练习生的那个生产模式一样的，然后最后你们他觉得 OK 了，再把你们打出来，再推出来，然后呢再给你编点故事，说你们哥四个是发小，不是说我们这儿，然后自个儿在瑞士下，对，都是演的，都是假的，所以但是这是一个趋势，商业的流水线，就不再有那种说我因为听了一个歌，然后我突然要去买吉他，好像对没关系，没这事儿了，对。所以说慢慢可能这些摇滚乐这种精神啊，或者这种东西啊，内在的可能慢慢就没了。对，没有较劲的人了，就没有矫情的人了，就没有这摇滚精神了，还是得矫情点有时候。说到这方面，可能就是不高兴就想骂人。这个事儿就听他那期节目就行了。对，可以。对，我也那个，那再说一个轻松一点的。刚才虽然说找妞的建议啊，哎，但是咱就客观分一下，你说这老派的招妞喜欢多，还是新派招妞喜欢多呀？这是 IB 节目一老话题。这什么他妈破节目？就是觉得聊这个。不，我想问一下，还有妞好这种吗？嗯，妞可能都去好别的那些了，那种环境。说同等的是，如果说今年只有这两种，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哎，据我了解啊，嗯，就是所谓传统那种，就是我代表这一方吧。哎，就是不知道，你知道吗？有什么事儿不是？有什么事儿他们瞒着，就是他们不说，就是压着。表面看。但是我估计啊，王老师代表这块呢。他们就是乐意带着去溜达，然后今儿那个逮一个，然后那个喝点什么的，就是他们那个。从单身角度我来讲一下啊，可能倒回去七八年前，或者我像你说那种有那种可能去哪儿玩，我估计没准能逮着一两个那种。也估计也不是特别好的那种品种，但是现在是没有消息，没有消息。除了自己，坚持着做啥音乐，然后没有别的这种项目。是吗？是你说妞儿都看听别的音乐？不是，是因为我们的脑垂体不太分泌那些，然后那逮妞的成分了一些。对。那反正就是还是有，是吧？哈，没，那我不知道。只不过你们俩那个心态比较成熟了，是吧？钓着鱼现在有这功夫还对，你干点别的事儿。嘿，得嘞，好嘞，哎，那这么着吧，来一个那个。哎呦，我操，真老了，咱们这么一说，是不是显得咱俩很老？对呀，啊，这不说显得就是嘛，咱都是叔叔级别了。不，联合国规定44岁以后才是中年人的啊？是吗？哦，你是中年人。我跟我还想往回拽呢，我刚想说咱们不是中年人，所以哦，哎，好，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哎呦喂。
我可跟你们不是一年龄。好，我你是小妞儿，好吧？没暴露你年龄。哎，行，不暴露也没关系啊。正好是之前有一集是那个网友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就问我说那个就是随便挑，就乐队里的人让我选一个当男朋友，选谁？我一开始还想挑中国的，这多不好，都认识的。然后后来人家还挺热情的，给我做了一个列表名单啊，哎，所以想让二位哥哥帮鉴定一下，哎，帮我挑一个男朋友。帮你啊？哎，就那意思，人家想从这里边挑一个。到时候会给大家那个示意这个照片啊，一个是这乐队叫 Like We Were Bride， 过过了，都不说这乐队谁呀、啊，是这乐队的这主唱。哎呀，这不小奶油吗？小蛋糕吗？这你知道不行是吗？过了，不在探讨范围之内。俩人都觉得不行是吧？我个人觉得也还行。你这也行？你这但是有点相像一 gay。你这对。是吧？你不行啊，成，好嘞，投票。然后另外一这乐队的 Austin Alexandria， 英国的啊，这乐队这吉他，这个，哎，不对，你这不都是帅哥吗？这不都是人家当时给我的例子都是帅哥了啊。那我觉得你应该，我都看完了再发表意见吧。哦，你觉得这还行吗？我都看完了，都看完了。哎，好吧，然后就是这乐队的，这知道了，不是 Mr. Fraser， 小鲜肉都是，对对，小鲜肉，现在也老了，也老肉了，主唱。这个来二位，这我根本就没法挑，我没有一 个都不行，对，没有一个在我的审美范围之内的。哦，就是如果说我是你哥哥的话，哎，这些男的都不行，对呀，都不行，是男人吗？对，好吧，难道你喜欢嫩草？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成熟点的。其实我确实不喜欢这样的。哎，所以就借这个话题想聊一下，就是现在的人是不是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观，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了。我觉得审美观无所谓啊，这是时代或者是受的影响。对，但是那个我觉得性别模糊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是吗？今天刚才里边有点哈。对对，就是性别不清晰，我觉得。就像我觉得就是我们节目里边也不是说我们节目就是。那个谁有一个也是乐队的扭曲机器的那个老道，他就说过一句话，就说如果说那个如果现在中国有战争那个爆发，对，你看战场，你觉得战场上是那些小鲜肉在那冲啊，我们还是那种操特别阳刚的干闹那些人来保卫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小先生呢。我觉得不行，小先生过去撅着屁股来干我，然后不要打我们国家的，干我。我觉得然后人经济人亡了，那不行，那不行，那太胡闹了。这是对他说这事儿是挺可怕的一个，对吧？对吧？挺可怕的一个事儿。嗯，审美啊，或者个人喜好啊，装扮啊，这事儿咱们不加评论。嗯，但是你要想整个这个国家这个气场，就是雄性激素开始他妈的淡化了的时候怎么办？嗯，而且相应的雌性激素也没上来啊。对对对，女的还是女的，男的别变成女的。我觉得女的更有好像更男性化了。对，但是从那个视觉上，还有整个的，就是那个就是主观的那个。看起来它更多的是男的女性化了，女的男性化有，但是没有那么多，感觉没那么普遍。对对对，而且大家对女的，大家对女的男性化的那个热情度远远没有那个对男的女性化那么高。对对对对，我觉得女的男性化，我觉得她可能是吧，就是还是有一种另外一种那种坚持或者怎么怎么着，但是我觉得铿锵玫瑰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一个男的，我操，他父母给他一根鸡巴，他不用，我操，就他搅屎棍，我觉得这太恶心了，太。我只能说真的，这个泰国技术还是没引进到中国，那估计操，哎，要价格打下来之后，可能就不好说了，对吧？对对对，估计是，估计会出现好多妖了，就对。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你喜欢怎么打扮自己，或者你有什么那个审美取向，我觉得这无所谓。但是男的不对不起父母，男的就应该是男的，女的应该是女的，我觉得这才合适呢。没准父母想生一个闺女。我的那是父母，但是你生下来孩子那是自己有自己的灵魂的，有自己的那种。对，咱也不排斥那种天生认知他是一个男孩，对，他是一男孩，但是他始终他觉得天生认知他觉得他是女孩，完了去做那个。操他妈！我操！拉了！操！看着就不喜欢，看着就不喜欢。操他妈！拉了！操！过去疯。做去一个也有这种天生嘛，天生那种人嘛。对，这咱也不排斥，但是就是说。
而且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一旦那个导向引导方向错了之后，他们在引导你知道吗？现在对让你喜欢那种对引导国家现在那些青少年可能长得稍微细皮嫩肉点的，长得可好看点也没什么思想那种，没准他受到这些讯息，他就会觉得哎我操，这是一好的。所以说那个之前不是有这个吗？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就开学的时候。完了，这帮那个小白脸们还蹭一热度，说给小学生们拍个视频，什么祝福那种。啊、对对对，结果家长就说：“对，我来不了这个。”对，没好作用，没好作用。这我有印象，因为当时那个谁，那个我们还录期节目，因为那个老道他有儿子嘛，也是上学，也是收到还让定期让看这个。对，看这节目，然后他直接就把说大豪你不许看这个，说你看这个，操，到时候。没事，那个老师说什么，我到时候我过去。对，都是这样的。就是有家长反映。这种教育，我觉得这种就是，我觉得就是特别不好的，这完全就是在引导一些，是吧？对，嗯、其实你这一个国家往后发展，或者是这个好与坏，你仔细想想，那个怎么去改变、去扭转，就完全在教育上。因为你像咱们这么大人了，他已经。百毒不侵了，你说什么你有你自己想法，但是小孩的话你上来引导还是那样的话他根深蒂固的。你看咱小时候比方说谁说谁哎那边椅子什么那种，咱都是那种鄙视那种的，然后他可能就是他是那阵的他也是会隐藏着或者偷偷摸摸的这么去这种生活状态，他不像现在是以这为荣，对，就觉得我操我这个太帅太漂亮了，对，不是那个是那种你知道吗？那个电视节目切的那个几个镜头，哇、哦，好美啊，好美啊，操，就差流点口水了，我操，说操，我想给他操，对，那你还摸人屁股？我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对不对？我属于那种以那种特别闷那种的，干嘛呢？小妞儿，我是这种状态，对不对？是，都摸了谁了？摸了好多。好吧，所以说就是这男朋友也没选出来，看来。这都是女朋友，对，你可以当姐妹，对。行。哎，那咱们再大胆设想一下，既然刚才说了某综艺节目了，你觉得明年的话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呢？绝对关注，明年他们有朋友说，好像这节目明年估计就歇了。我估计如果见好就收，可能也还可以。嗯，如果明年他们要还弄，我就去呗，就完了呗。你去不了，不让你去。对，但是说实话，哎，真的，说实话，如果是让你们去，你去吗？没想过这问题，这个是很多月一开始你问这个问题，他们都会说没想过。对，完了到两期之后说去啊，为什么不去？谁跟钱有仇啊？我觉得也对，这道理也对。太欧人原话。对，然后呢，就是也不乏这个有一些乐队去了之后，人家回来还保持人的那个姿态啊，也是有。但是节目效果来说，可能会有些故事啊，一些个。那个咱们看着假的东西，但是呢，游戏嘛，就是参与其中。如果你去参与了，就按你规则玩。不是，但是我那天我在节目里边，如果说我们如果说让我们去，我们是绝对是参加不了的，对吧？让挡着什么这种纹身啊，这种穿着我也干不了。如果是这样干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说一些那种傻话，乱七八糟，可能就别人也给你剪了。对，剪了。顶多就是大家好，我们是万众乐队，然后没了就没别的了。哎，今儿刚聊那个新派金属、老派金属，还想补一句啊，那对我们那原来做那更新派呢，有什么看法啊？嗯，这个玩什么的？对啊，不是好多人啊，这个反核斗士，反核斗士，就是你看你啊，你先说，寇老师先说，主要是斗士先说，我说好多回了这话，就是我听不太懂，哎呀，而且到今天为止没有人跟我解释这个核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还是有刚才咱们说那个现象，是不是这个东西来了之后大家就没了解呢，就先拿过来把形式玩出来了，完了就先造起来再说。我觉得这就有点无聊，就是你在玩一种音乐形式，你应该对它有一个相对深入的了解，但是又是一个浪潮过来了，完大家范儿也都变了，然后那个玩法也都变了，然后我就有点不太理解，就是不理解而已，反倒也没反，人家想干嘛干嘛，我反人家干嘛，对吧？没必要，就是要真能玩出音乐那个核心来，我觉得那也无所谓，跟风格就没什么抵触的，没什么关系，没事儿。但是你光玩形式就太傻了。
我还标榜我们玩核的，我们玩核的，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没听懂你们是什么呀？哎，您小子。嗯，我这个我就聊一个这个，我认识一个就是正经的一个国外的一朋友，他跟我聊过。其实这种音乐在国外还是有传承的嘛，就是包括重型啊，然后一直演变变成什么新金啊，或者什么那种新派，然后慢慢又出现什么核出现，然后有什么什么各种核。其实就是玩这种音乐里边这些人，其实他也是在国外是音乐传承这么过来的。他可能就是有些人他还是喜欢这种原始的东西，有一波人还在玩那种老派的，然后有人玩那种新的那种新金属，也有人在玩，但是可能新的那些东西可能是一种潮流，它变成了一种噱头，或者变成一种不是那么纯粹的摇滚乐了。对，拿这说事儿。对对对对对，国外有一票这种人，然后包括这音乐也变成了一种形式。其实国外摇滚乐它也在变，但是到中国的话，可能就更怪了。这种人根本就一起步就是这些，他就根本就没听过以前那些，包括什么。Metallica， 包括以前那些东西，包括坦特，我不听，我就没听过。对，我真的知道那个现在就是在外边那个频繁演出的乐队，这些主创人员，当然年龄很小，都90后。对，对黑豹唐朝没听过，肯定啊，根本就不知道，对，没听过。然后呢，而且没兴趣听。对对对，我这个对于咱们来说是不可理解，对对对，不可理喻的。他们是觉得其实。所以说就是说在中国来说，其实摇滚乐很多方面，就包括甭管是重型还是包括是那种傻事真，都是没有传承的，都是他妈的偏的那种的，而且特别怪的那种的。他只不过就是凭借着我可能，哎，咱们是不是玩点所谓的 rock and roll， 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时髦，哪种音乐现在可以，对啊，咱们就玩这种。对，他不像咱们早了，是从打小了喜欢听音乐，然后慢慢的去了解这种文化，然后慢慢觉得自己觉得骨子里边是这汁儿的，然后我去玩，去学琴，然后找几个哥几个一块组乐队，这么过来。现在不是这种，那是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时髦，对，然后起步我就是听这些重的。谁中我就去听哪儿。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在国外那个老的传统的，人家的市场是很稳固的，那个成绩啊，做出来之后那么多年，你包括什么 AC/DC 啊这些，人家当然还有那么多观众去听，然后新的也有迅速成长起来的火的乐队，对吧，也能挣着钱，然后商业表现包括整个音乐表现也都非常好。但是到中国，我刚才说那句话就是，他存在了就得把别人弄死他才合适的，就是我们这核出现了或者某一个风格出现了，不是说非说核啊，就是你别人都是傻逼了，就对，这个就是太奇怪了。然后他们会说了解这重型，说你们这些太柔了，哪儿这么重啊，太柔，不行不行，我玩不了。他们对重的那理解跟我们理解就不一样，懂吗？是这意思，就是没有，其实一个多元化的百花齐放的市场才是合理的市场，对吧？你就比如说统称都叫重型来说，你无论是传统的那个像我们那种长直发的，还是说新派的，还是说核，大家都有固定的人群喜欢，完有固定的好的乐队，这才是一个百花齐放嘛，对吧？但是在中国，就是一旦出现一个东西，你前面的人就是一概否定，傻逼，一概否定，垃圾，对，所以老逼，对，老逼翻篇，就是翻篇，你滚蛋，对对对，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那我想一个问题，那你们小时候那时候就有过这种想法吗？不是，你多多少少有一干掉老逼，没有。多多少少有那个，但是对老炮儿们来说，我说实话，我一直有尊重的，尊重是必须的，尊敬，对，尊敬。其实实话说，比如说，可能那个一些老的乐队演出，我可能不会去看，对。或者是如果我有机会去看的话，我在台底，我因为他们的歌可能我们太熟了，对。他们演出有瑕疵的话，我们都能听得出来，但是尊敬还是尊敬，对对 对, 对。他们可能没有再多好的更好的作品了，但是还是尊敬。这个跟那个也是跟那个音乐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是一个传承的问题。而且我们跟国外那波其实是应该是相似的、相同的，他们也是一样特别的尊重那波老派的那乐队，甭管比如说像 AC/DC 或者 OZ 或者说那几款到了，那新的那些一样起立也是起立，该也该哥，对，也是那样。他虽然可能他就像软饼干是吧，他那么大牌的牛逼了，操，他说我喜欢 Rage。
然后瑞士那辈子说傻逼，不许让你们这些垃圾喜欢我们。对，大哥该这么说，操，小弟也这么听着，知道吗？嗯、但是尊重也有尊重，但是可能有点过了啊。嗯、但是你在中国没有，对，尤其是到后来那波就更没有，他们只会就是我的流量，我的他妈的这种，我都这我的处，我操。对，你谁呀、啊？对，你们谁就翻边就完了。你们这帮老逼赶紧滚蛋！对，完了，你们还让你们有什么资格霸占这迷笛的舞台啊？你们该该下下去。但是你怎么不说？我们二十多年了，我们从十八九岁、二十岁到四十多岁，我们仍然在这条路上，那我一定是有道理的，对吧？对，而且我们还没饿死。哎。对吧？那是因为我们干出来的。对，那不是说你一拍脑门啊，上个什么综艺节目，以前他妈的几千的出场费，现在变成几十了。是不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玩音乐的目的性不一样了。原来我们首先是为了高兴，我们喜欢那种音乐。然后当然，如果能靠这音乐挣钱，那更好。对。但是现在不是，就是哎，这东西还能挣钱呢，那咱们玩一这个吧。然后如果他不能挣钱，那咱们就别玩了。你不挣钱还玩，你不是傻逼吗？这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初衷和那个起点和那个认知都不一样，对吧？这个没法办，就是这个事儿一掺和钱吧，在里头，就是不挣钱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挺单纯的；一挣上钱吧，就会有人变化，不是说所有人，就会有人变化。哎、变化太多了，咱身边接触的都好多都变了，对不对？所以说也就不说这些了。对，又不说了。不是他们去他们活他们那种活法是吧、嗯？我觉得就像这个里边，就像寇老师，还有包括真的，我觉得很牛逼一点，就至少一直在坚持自我。没有去向那些傻逼低头，没有去改变自己，没人拿钱让我低头是吧？没人诱惑你低头啊？对对对对，谁要诱惑一把、嗯？可能也就低头。但我相信你还是有自己的原则的，是吗？嗯、我没人诱惑诱惑你呢。我有我自己的坚持，我都坚持到这份儿上了，我再去改变，我坚持就是谁给钱我向谁低头，我就坚持谁给钱我就。哎，这坚持也行。哎，刚才还说这个，合着我网上看过一东西啊，觉得挺逗的，就是有一个网友在那个好像是百度贴吧提问，说可不可以推荐几支中国比较好的这个金属和乐队，然后结果呢，有一个人回来。第一个写着志气，哎，然后您反核倒是有什么看法？没事儿，就是大家评价吧，因为新的这张专辑嘛，可能有很多人这么说嘛。嗯。但是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嘛。嗯。其实不核，我觉得不核，因为我根本不懂核、嗯，我怎么会玩出核来呢？嗯，我听了，我觉得跟那个提问那个就完全就是两回事儿，胡闹嘛，这不是？哎，随便嘛，我觉得无所谓。是吗？你觉得胡闹呢？不是我回答那人，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其实，这个包括咱们节目里聊的或者什么的，都不是大部分现象，就不是说覆盖所有人啊。不管我们是骂也好，是挤的也好，不是覆盖所有人，就是。对吧？都不是一点。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人都有。还有我们可能揪住了那些个别的现象。还有有人知道说酸我了，我都45了，我酸鸡毛呢，我还能怎么样？我操，对不对？我现在活得挺好的，有不缺吃不抽不缺穿的，对不对？我跟老王月到时候组一乐队，我们叫土埋半截就完了。嗯、那可能我的理念跟你不同。土埋半截，就咱们是阴阳组合嘛。加您一个，你们玩的吧？也有吉他，有吉他就够了，不用别的。得，还是那观点，行吧，好吧。然后今天聊的也差不多了，然后谢谢二位老师。哎，这 IAB 到底是什么的缩写？哎，对，这样解释一下 ，IAB 其实是怎么声音了 ？It's all bullshit， 对 ，It's all bullshit 的缩写、啊、就 It's all bullshit 就是直译翻译就是都是屎嘛。然后咱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都是瞎说。然后，但这是有一层自嘲的含义啊！就随他妈便吧，去他妈的 ！I don't care，I don't give a fuck。怎么越说越黑炮了呢？朋克，这不睡的有点朋克。嗯，那无所谓什么风格吧，就是觉得就是，如果你表现的不好的话，就别人可以不睡你。然后你要是觉得看别人不顺眼，就可以不睡别人。所以就是随便，就觉得节目很随便。所以今天那个，谢谢二位小哥哥的到来。谢谢老叔叔，不是，谢谢郭小妹妹啊。对，如果就是。T 妈 G。哎呦，谢谢。然后那个、就是、郭优秀。哎呦，这么多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了。那我也不说我是谁了。嗯，然后所以说关注中的那个有什么问题。
题的话，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也欢迎继续关注 IB 之后的节目。谢谢，再见，拜拜。